这一期我女票指挥我操作，别问为啥，她在做饭。咱们来看这一场啊，首先把绿的全换掉，然后老规矩，她让我抢大棒，但我没抢到。开局还遇到了一个好兄弟，但我没法回呀，我不是正主啊，但我也不是臭剪辑的。第一轮小怪给了个贝壳，第二轮小怪给了个锁子甲，怎么全是肉装啊？道海克斯，不说难道是三彩局？赶紧场外求救！彩色局，两个挑战，两个变异，跟新人入队，选谁？新人入队或者小怪。新人入队。我不是不会玩啊，这只是谨慎，懂吗？谨慎。来看一眼好兄弟，我说光明生物，怎么海克斯跟人品挂钩啊？第三轮小怪给了一堆金币，2-1，啥也没有，一波三连胜到大选，听我女票的话，拿个大棒加运气值。大选回来，我开始迷茫了，老子到底有多黑？我3-1来的奎因，这是二赏，然后打到4-1才他妈信仰就位，我去！中间的海克斯还来了个秒表，这我要是拿了，能凭一己之力让游戏延迟10分钟，果断赌神器啊！看看啊，死亡之舞还行，银血省了，我莫名其妙10连胜，没错，就是莫名其妙，就这一堆一星，我妈都不知道自己咋赢的，只能说我女票指挥的牛逼，终于没打过这家好兄弟，连胜终结，回来白嫖一张希尔科，然后拉到8级，然后我一看4赏，那可以换个人呢，没听我女票的，上了个希尔科，然后我堂堂4保镖被这大哥自己就炸死俩，好在白嫖一张卡莎，希尔科滚蛋。大选只拿贵的，大选回来2连胜，到海克斯，我女票让我拿粉碎器，我偏不。选完海克斯又白嫖一张卡莎。哦，对了，中间狼哥还给了个妮蔻，5-3，终于拉到9级，小弟一下，金克斯来了。接下来进入嫖卡阶段，大选拿个最贵的，帮自己快速升天。大选回来白嫖一张塔姆，信仰升华，地下杰斯塔姆。泽利5-6直接刷塔姆金克斯，杰斯塔姆金克斯2星，打赢一场到龙哥，我操，我看龙哥这装备都害怕翻车呀。好啊，成功打赢龙哥，6-1，我女票突然抽风了。没错，我也不知道他在笑啥，知道虽然是隔夜的，但还是不难看出它的美味啊，味道确实不错，虽然我吃了几口就窜了。接着听我女票的话，下掉赏金转95，然后遇到了这兄弟，他这船长确实是猛啊，要不是卡莎叠起来真没了。6-2，塔姆5张6张，再次打赢一场，6-3直接刷塔姆7张，希尔科不要了，继续递。最后一张塔姆，来了，不慌啊，先锁一手，这一轮打输又如何，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大选随便拿一个回来，先把卡莎的神器拆下来给塔姆，然后妮蔻直接捏3箱塔姆就位。我可不会犯我女票那种低级错误，直接递个格斗喂了黑血3箱塔姆1v9。哎，不是，哦，金克斯死了没事。哎，不对，这。都能说。